前两天也还好，今天就雾霾是比较严重。然后昨天是200多，然后我们就买了口罩，然后今天500多，还是蛮惊讶的。这两天好像比以前那两天那什么点，空气的质量差一点。说了，你看大街上戴多少戴口罩了？我是不戴。比以前不如以前了，阴天白云的，现在雾霾天相比着比前几年倒是好多了，不过跟过去比还是差一点似的。你看现在这天没解决什么实际问题。